用这个橡皮筋把它那个对，把它掉出来，不能有蚂蚁哦。它固定要那种轻轻一下这样。而且它们也怕死。再试。谢谢。不会啊不会啊。小朋友开心。阴凉的地方，那拿过去补补。你文具先放着，要不然你等一下用不见了。在哪里？他们都跑去玩。
现在蚊帐已经装好了，搬到这个位置。那底下这边的话，我是用那个卡斯鲁的那个垫高的架子。那这木头一个是比较厚的，所以比较薄的。那这样水的话就会往这边排。那这边还有一点缝，然后再想一下它怎么处理。这边的话我装个那个导风口出来，把它排通。那个泡菜也很好吃哦。你吃到快完了，我可以跟你分。等等，那你吃完我分你吗？又不要。吃两碗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要吗？等我，等他喝完。啊，你吃完把它给喝，哇、哦，好好喝哦。嗯喝日月潭红茶，18号，嗯，不错。日月潭18号红茶，好。是，是我们外面的温度，31.7度。等一下我会放到那个睡帐里面，看里面的温度看如何。28.5度。刚开了一段时间，看一下排水状，风还蛮热的。排水管，这里面的水。摆手臂上，哇，那个下面会发亮哎！你下面电灯，你要跑很快会发亮哦。没事没事。
可以。对啊。啊，你要录哪边比较多？其实我是中部。录哪边？中部就是。爸爸起来了，哥哥早安，弟弟早安，你跟爸爸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我觉得好好睡啊，我跟你吃早安，对啊，阿蚕宝宝，我也跟爸爸早安，你们蚕宝宝在干嘛？蚕宝宝饿饿的吧？他还吃夜食了呢。不可以抓出来哦。然后昨天怎么那么都不会动？嗯，休息一下。哎呦，那只是水分太多淹死了啦。是哦。再把它拿起来，那个叶子拿起来。嗯、看我哎，他喜欢你，而且你看这个，他怎么翘起来了？哎，我吃太快了吧？已经饭团都三月，怎么一直吃啊？厉害哎、欸，厉害哎、欸！什么叫厉害啦？厉害！先加热一下就好了。哦，他们真厉害啊！厨房那边超潮湿的，反潮很严重。嗯、那地上都是水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我想吃这边外面的。好啊。好，那你等一下，等哥哥把它铺好。对啊，用手夹。气死啊！不是气死。晚上要开暖，晚上要开暖气。好可爱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